我不喜欢你，我不喜欢这种情形，不喜欢脑袋里一直重复宋江、米文你的画面。师姐，那只是个误会。我不管，我要把这个画面从我脑袋里面彻底的清除掉。 做这种梦，不行，我得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冷静。完蛋了。 两个画面都在脑海里，删不掉了。臭小子，这天终于到了，怎么样，心情如何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体力好就赢得了我。 侥幸让你赢了一次，不代表你就可以翻身。天生注定就是输家的人，你就认命吧。希望你能够有机会，在擂台上证明你说的话。行，明天你给我等着，走。 真的是有女王的范儿啊！怪不得我们家浩儿对她会钟情，我的钟情啊！啊，浩妈，我也不错吧？你好，你好，你更好啊！没想到咱们真的遇上了。不过这场比赛之后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不管在哪里，你都只有挨打的份。打完再说。 来一成不弱，这个腹黑的家伙，表面上不了解明天，明明就针对他弱点研究过。明天刚刚跟陆官员另一战，给他了很大的信心，所以才频频出击的。奇怪，这孩子的打法怎么有种熟悉感？ 哥哥，但是看到那个人欺负哥哥和明朗，我真的好害怕哦！我不要哥哥这种保护，我宁愿被打死，我不要见到哥哥这么丢脸。最烦你这种懦夫！是哥哥不好，没有保护好你。我向你们保证，从今天开始。 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哎哎，放开！放开你！我也不是故意的。 我要是你就躺在地上装死，为了你弟弟妹妹着想，你赶紧投降吧你。人在面对危险的时候，本能就是闭上双眼，但是如果你在擂台上闭眼睛的话，第一，你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；第二，你看不清对方的出拳。 所以你必须学会睁眼。
放心你独自面对，我从来不只怕你委屈流眼泪，未知的美一天两个人中间的感谢，只要有在我的身边，再看一天一天，能解放你心。无惧的明天，陪你到世界终结。就算不好告别世界，也把世界改变。就在这个瞬间，双手迎战明天。小心姐姐，我真的做到了。当初啊，我们约定好了，以预赛成绩来决定明天同学是否继续留在正则。如果能够办到的话，那么上次在自营闹事的过错就既往不咎，不予退学。校长，我跟方宇还有陈亚楠，我们三个会和明天同进退。嗯。这是本校创校以来头一回遇到的问题，实在是令人头疼啊。哎呀，校长，是生是死一句话，你别再唉声叹气了。陈亚楠，你怎么跟校长说话的？又不懂得尊师重道了。校长，我知道我的预赛成绩不够理想，只打了两场比赛，就因为被打晕而被迫放弃比赛。另外一场的胜利，还是对手让我的。所以，如果校长认为该维持退学处分的话，我接受。校长，虽然明天在比赛当中只打赢一名选手，但是他一直坚持，从来没有放弃，这足以体现一名正则学生该有的思想觉悟。所以我认为校长不光应该只看成绩，还要看到明天付出的努力和决心才对。对啊对啊，校长，你应该看他努力的。对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啊？我的一句话还都没有说完呢就砸锅了。这件事情嘛，很难判断的。谁让我们当初以预赛成绩来作为明天同学处分的标准，可是呢，这个标准的认定却没有说清楚。主任，这就是你的错误了。是，校长说的对，是我的错。好吧，那个只能依据我个人的看法了。我认为呀，明天同学的表现实在是出乎意料的好。明天同学，你以你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你的决心，正则以你为荣。校长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过分，把我们三个全部都开除的，这算你最好了。校长啊，喜欢打太极，所以才兜兜转转的，真吓死我了。谢谢校长，还谢谢三位学姐。